原标题：便宜又大碗，小号手 132BF 109E4加内购模型作品。最近突然对二战机燃起兴趣，一口气入了七八架32比例的电风扇。首先开工经典的黄鼻子 BF 109，其他堆着慢慢做。小号手32109分之一系列便宜大碗，虽然错误多多，但机载电台、机翼、机炮等内购都相应开出。改造空间较大，组合度也还不错，加上100出头的价格，性价比很高。这次制作的是小胡子加兰德的座驾，抽雪茄的米老鼠很有特色。首先上成品图，制作过程铺后，机身内部结构改造过程，发动机原有点火线铲除，用铜丝重做，同时添加管线细节。号手左右两边都开了弹药箱，实际上只有右侧才有。铜圈部分切掉，自行添加细节座舱，用铜丝和胶板添加细节，切开部分机翼，展示20毫米炮内构，并添加机翼内部细节，机身内部电台设备添加细节。原有起落架刹车线太粗，很失真，重新制作刹车线，并增加细节。原有机枪枪管错误太大，机枪和机炮全部使用 RB 的金属炮管替换，仪表盘后的帆布遮盖炮手开错了，使用 AB 补土填满整个后背，重新刻出褶皱。尾舵的操纵线太粗失真，使用铜丝替换，这里其实应该使用弹力张线更好，铜丝无法体现紧绷感，已经碾死了就懒得换了。下整流罩内部添加了一些管线，起落架护板添加铆钉喷涂，构成一些简单的喷涂过程，黑色水补土打底，白色添加高光 AV 的 RLM76 整机喷涂基础色 RLM75 和74，制作迷彩上光油渗线洗钉后，用水性彩铅做褪色和掉漆完毕收工。图文作者 Crazism。